这个地方本来是通信的一个翻修厂，加尔宣村再生再利用，但生命还会一直在延长上下去，我觉得很好。那个名字就是要让它存留，像我这个房子这样子也留下来。作为眷村文化的这种创新与实验，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地。